走进萌宠世界，发现更多乐趣。Hello， 这里是萌宠俱乐会，我是小小。有一种鱼让宠生们都感到非常苦恼，因为它们的皮十分厚实，摸上去还能感受到尖尖的刺，就像是防弹衣似的，让厨师一连弄坏几把刀，才想到用这个方法将它皮肉分离。它到底是什么生物？其实这种鱼叫做巨骨舌鱼，想要去掉它身上的鳞片，甚至要用到锤子。厨师处理一条巨骨舌鱼都要用锤子敲上两个小时的鱼鳞，而下面这条鱼就更厉害了，说它是世界上最硬的鱼一点也不夸张。男子为了能够将其切开，甚至都搬来了电锯，锯了半天竟然丝毫没有反应，最后花了很长时间终于将这条鱼锯开了一个小口子。这种坚硬程度简直让人难以相信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的鱼吗？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互动，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。想看